男绿茶的真面目竟是这样。干嘛？这是我的新视频，真不网红。那你也不能这么吓人吧？人家都没生气，就你生气，都是假的，有什么呀？这么玩不起？对呀，大家都没生气，就你玩不起。陆姐，你没事吧？算了，没事。哎，你们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说的胆子小让我来吓他，是效果更好的吗？哎，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啊！坏人都我来当，你来在这装好人是吧？真是你让他来的？哎呦，不是不是我。你什么你啊？又想在这装可怜啊？谁装可怜了？你怎么能在陆姐面前这么冤枉我？谁冤枉你啊？哎，陆姐，我没有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说清楚，你不许走。哎，我什么意思啊？你刚不是你说的？陆姐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呀？亏我上次还帮你说话。哎呀，陆姐，我不知道你这么害怕，我不是想让你在别人的视频里面多出镜，但现在数据这么差。我的数据我自己会负责，不用靠在别人那里蹭镜头。陆姐，我就是太着急了，虽然方式不对，但我是真心的呀，不像小雨他们就只会说好听话。你想夸自己就夸，不用说小雨他们不好，你又不了解。哎呀，陆陆姐，别生气了。你要是不高兴，哎呀，我走了就是了。去拿下狗。要不我最近要做新号了，要蹭他热度，别自己洗白。我会对他那么好，嗓子不普通，脾气还大，也就纯点能被我拿捏住了。哎，陆姐，你回来了。别，我可受不起你这身气。陆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生我气啊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装了。我劝你识相点，你以为你现在还是什么大网红吗？数据这么差，也就我还看得起你了。我的数据不会一直差下去，但是像你这样的人永远不会。